谁刚开始没有看到两个字“注意”啊？注意啊！谁没有看到“注意”？注意两位，注意一下！哎、欸，鬼是不是听？鬼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啊？鬼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？先不管啦、啊，不管怎样来啊，大家抡起斧头就是对小毛真爆砍！哎、欸欸，你不要乱来啊！哎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考大家，注意注意那两个字是什么颜色的？靠药啊，不是白色的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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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抓到，抓到，抓到，黄子恒，黄子恒，注意他妈是红色的字，操你妈！黄子恒真的假的？黄子恒操你妈！你妈死！你他妈也不要卖羞嗨，不是随便喊的。你他妈你够过来，你够过来，你他妈、欸、我随便喊的，不是卖羞嗨啊，靠背。不是你够闭嘴，你够过来，你够过来。黄子你他妈给我过来！你家狗站在这边，你家他妈狗站在这边。太夸张了啦！你现在跟我背对打，那么明显，我问你，白色，你是不是鬼？我不是鬼，我要随便喊的啦。你要确定呢、欸？是吗？确定啊？色和白色差很多呢、欸。啊！我刚才随便喊的没。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啊，一个我直接那个手起刀落啦，你头就没了。啊、另外一个你直接往后跳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刚不是你刚不是砍小毛吗？亮亮亮亮有没有开到门啊？亮林怎么一句话都不讲啊？哎、欸，干，没看到，没看到，你是不是有鬼啊，亮林？我没开到麦啦，靠！是没开到还是忘了开？干你俩，我在那边自言自语。妈的，没关系，黄子恒一击观察对象，啊啊、一击观察对象，不要太浪费时间。没有啦。反正小毛，你等下再不上传试试看哦。我等一下一定上傳。妈的，你等下不上传，抡起斧头，我等一下上，斧头给你一顿爆砍。你先听我讲，我等一下不上传，只有一种情况，好，就是我直接死了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我们现在有几个？我们现在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啊，七个啊，七个，七个。那、欸、有没有在前面看啊？好，分两组人，四个、三个一起走。行。哦，好像可以哦。可以，决定一下，决定一下谁跟谁。这样子，他们就比较没有机会放技能。啊，决定一下谁跟谁。就不要那个三个的，然后跟到两只鬼，干你！他被弄死了。没关系啊，弄死他还有一次回来的机会啊，怕什么？欸、有道理。哦，对哦，刚开始鬼不敢乱杀人啊。哎、欸，不要给鬼捷足先登啊，都探那些嘞。哎、欸，捕熊陷阱应该用不到哈，我直接他妈丢海里哦。丢，在这边应该用不到。妈的，黄子恒，我看你要装到什么时候哈？我操！黄子恒，你又不讲话喽？奇怪，你怎么不讲话了？啊！看听你，我捡木头。捡木头也可以讲话吗？安静啊吗？我刚刚都那么安静啊！我看你平常捡木头都会冷笑。黄子，你很怕？黄子，你怕被两丢两包的哟？你怕是不是自己出包啊？这是我第一次捡木头。等一下，绿茶有没有不见？我一直都在这里啊。哦，很好，很乖，绿茶有乖。来啦，我这场哈，我这场来，我下注，我下注。黄子恒跟锅盖头是鬼。对，黄子恒真的怪怪的。他下注是赌多少钱？赌多少个？哎，赌三个煤炭呐！赌三个煤炭。啊，我也赌三个煤炭呐！锅盖头他妈是鬼啊！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先把人肉扔掉，看你娘，不然等下李杰在那边给我剁人肉。我现在在剁人啦，靠腰、喔，我在剁人啦，好不好？哪有？在靠腰。哎、欸，这边有查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直走，那你不知道？我去往前走。他是不是去干煤炭丢啊？我觉得有可能。哎、欸，来，哎、欸，不要往右太多。往你应该先不用上来了。打左，你等一下。我要放东西啊，我没有空间了。不是啊，我再等一下，等停，你继续走。一点，直接开一半。可以，就看这场鬼。看你们玩鬼的想怎么办？他妈的！再来、啊。怪头现在是很急，怪头现在是不是很急？我不急，王者是不是很急？我很开心，多开一点，多开一点。是吗？王者是一定是鬼。不过他应该是不会玩实锤，他应该是他妈的不会玩已经实锤啊！你们两个在讲什么？没有听到、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干你娘，躲在旁边偷听呢，看两个人嘛走一起干你娘，想说你们是妈妈去洞穴里面讨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不是本来就应该三个一组。我就看这场王者要他妈的，王者就不会装到什么时候？最好就是他当。结束了，他就说：“干，我不知道怎么杀人呢、欸，干！”我他妈的！啊，你们两个都拿去了，我这边应该暂时也不用。好，干你娘！你这是补血的针还是毒针啊？你他妈，你插下去是毒针，你就把我砍了好不好？干我拿这么低能额啊？哎，有必要那么凶是不是啊？哎，干！怎样？有人叫食尸鬼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那个声音啊。王者不会叫啦。对啊。哎，我觉得这边有碳啊。哎，干，真的有啦！哎，好像是吗？听起来不像是食尸鬼。靠近，靠近，靠近。等等，我先烧火，烧火。那是狼吧？狼啦，狼啦，上面有狼群呢、啊。哦，狼哦。超冷的。食尸鬼，谅他不敢。那、啊、你们有找到什么吗？就物资啊。那、啊、我们什么都没弄到。啊！你们什么都没弄到？你们去哪、啊？我就都在船上啊。啊？晚上没出去啊。然后后来就大家都各自分散去找肉，这应该可以过，简单的啦。鬼赶快动手了啦！要赢了，不会玩，我要动手不会玩，你直接后退不是好了啦？就是要让我顺顺的过，好意思哦？哎，就这一关呐、啊，鬼也没那个能耐呀、啊。哎呀，这关鬼是真的没在、啊，鬼是不会玩，鬼是不会按 C 啊。鬼是不会用古刀技能啊！哎、欸，皇者不见了，我在这里啦，靠北！哦，皇者不要再装了，装多久、欸？哇，现在直接拿小伙伴有了。欸、这谁啊？哎、欸，阿德，你膝盖上有一箭、欸。啊啊！你他妈赖红林他妈偷射哦！干你老外射的，有一箭哎、欸！对，亮你，亮你，亮你。哎、欸，狼群啊！哦，好，好没。哎、欸，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。后面那是谁？来，我现在看。哎、欸，他妈的，有没有人趁现在他妈的？干、欸、啊，好痛啊！完了。哦。白痴什么？白痴，看你脸！你他妈你自己跑快，不关我事啊！操你妈的！我刚才砍狼。干你！还有，干、欸、你！没啦。我是我救你，我在救你。哎、欸，关了，还可以救吗？可以救吗？哎、欸，苏正，前面呐、啊，后面呐、啊，后面呐、啊，这边谁过来？食尸鬼，哎、欸，不要！刚远放食尸鬼，我了，我了，食尸鬼！呀，干你娘鸡巴，白痴！干你娘鸡巴，白痴，白痴，白痴！干，白痴！哎，白痴！哎，我靠！前面谁？前面谁？干你娘上小！是是是！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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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，还有后面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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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干！谁不在啊？谁没血？大家都在啊！大家都在。都在啊！有人、欸、我没火，我没火，我没火，没火。有人趁乱放，不知道是谁。我也没火，我就这个而已。还是你们要放那个？哇！你躺在冰上。哈哈哈哈哈！谁没有血？谁没有血？快点！谁没有血？我半。我没石头，我没石头。我半血。没石头。谁没有血？谁没有血啦？有没有啊？哎、欸，石头至少要。我猜着，把我猜着了，靠背。等下，阿正，你刚讲我。我说我确定不是郭开头放的，因为郭开头。刚刚抬我过去的时候，我听到那个造鬼的声音。哦。哎、欸、啊，我的剑呢、欸？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捡到我剑啊？没有。食尸鬼没看到。黄子恒，是不是你刚刚偷去叫鬼啊？靠北，我刚刚在叫，靠右。你是不是趁乱叫鬼，然后跑回来说：“哎、欸，谁叫鬼？哎、欸，是不是你？”然后你是不是还好奇说：“干你啊，食尸鬼怎么会打我？干你啊！”太小了，看我这边食尸鬼打没？好了，你身上有没有捡我的剑？你还来？没有啊，没有我的剑会不见？跟我屁事哦、喔！你宫美春家你啊？看烂烂，你练欢呢？这里啊，狼，这只狼身上还有啊，睁大眼睛看你。哎，谁吐了？欸、我吃了中毒，我中毒，我吃了毒肉，有人中毒，我吃了毒肉，我吃了毒肉，我先回去救解毒剂，有人下毒。我就解毒剂啊！
哎、欸，不干我事哦，我刚刚在旁边哦。刚刚谁丢肉？什么东西？哎，刚刚他们吃到毒肉。哎、欸，我去做解毒剂哦。毒肉会不会是他自导自演？会不会是他自导自演自己吃毒肉？哎、欸，有可能的，有可能。怪走，边走还边骂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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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来，我就继续看，我继续看，来，来，通通给我跟上哦，通通跟上大部队，给我他妈去拿，欸、不拿大我要煮肉，我要红绳全部捡走，干嘛？我们要捡。哇，哎、欸，干泼水，泼脏水，干你！啊，先不要吵，先不要起争哦。我的画面是不是？是不是在？是不是在麦风下啊？网络双明，网络双明。你们现在不要起争议，我现在拿消防油。干你屁事啊！走了，你闭嘴，快点！谁有针啊？没针啊！大家互看哦，大家互看哦，每个大家提高警觉哦。哎、欸，小王喷血，小王喷血！喷你妈屎啦！啊，没有，开玩笑。小王，小王在搞，小王你在搞，等下不是一那你他妈栽一张，你他妈是不是想搞？哦，我想看你啊！怪头挂了，怪头挂了。还传说要做解毒剂吗？没有，是有人死，怪头死。那一定是锅盖头啊！怪头毒死，然后被毒死，他被毒死。对啊，所以他没有到船上，他就被毒死了。他应该是没有走。哎、欸，解毒剂，哈哈哈哈哈！靠药，保险箱拿解毒剂，哈哈哈哈哈！绿茶开技能跑走了啦。绿茶应该哦，绿茶开技能顺走了啦。绿茶应该是果油，他刚才是突然不见。箱子啊，他说要煮肉人就不见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啦？怪头会开门，怪头会开门。不知道，我现在不知道啊。啊，不管了，反正他们现在回去吧。不先搬吗？先搬一点，先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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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先搬一点，先搬一团的尊贵。哎，干！抱团，抱团，抱团，抱团。哎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我们这边没有人流血。哎、欸，等等，哎，他找到了你，干你娘的鸡巴！后面那几只，后面是后面是他们两个有鬼，他们两个有鬼。靠背，干你娘！我就说他自导自演鸡巴嘞！干你娘！干你娘！我要死了！操！靠背，靠背！死死死！好，回去。没关系，我旁边有床。干鸟，快死了！剑、欸、剑要剪哦，剑要剪哦。这边东西都换了钥匙，拿一下。你帮我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哎、欸，狼！有狼声哦，有狼声哦，有狼声哦。那个通道在那个通道那里。哦，不要靠近，不要先。哪一只？不要乱，不要乱，不要乱。我刚拔了两只，我刚拔了两只。哎、欸，绿茶手上有枪哦。哇，绿茶只要手上有枪，谁都没办法杀他。谁都没办法杀他。丢快丢快丢快丢！我们全部都死了。先点燃，先等。干没木头啊？没有木头啊！来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哎、欸，要射吗？射吗？射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放在这里，我放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好，看好好，射了！他们开船了，他们开船了，开船了！啊，先不管，先不管，先炸，先炸，先炸，先射，先射，先射，炸再说。你看得到吗？哎，有了，有了，冒烟了，冒烟了！前面呢？要爆了吗？哎，你们有木管吗？靠背哦！不是，要再射一箭，要再射一箭。要再射一箭，你要听到他那个瓶子破掉声音。再射一箭，我没箭了嘞。靠背哦，靠背哦，石头丢、欸、啊！我这哎、欸，我这有那个，我这有那个一剩一点点木头，我丢一下，我丢一下，我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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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再放哪里啊？我丢多棒啊！啊，有有有，哎、欸，鬼在这里，鬼在这里，哇！好，很好，很好，炸掉，炸掉，回船上，回船上，回船上，来，回船上，对啊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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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团，抱团，抱团哦！你们身上准备木头哈。有有，等下可能船会破损还是怎样的，修一下。哇，他们把船打横了。靠背，靠背、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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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上船，先上船。哎，难上，这很难上哦，会很难上哦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哎、欸，先。啊，干，我倒了。哇。
靠腰。哎、欸、靠背，哎、欸、好多好多，很多字很多字很多字。干，好死。那个，哎、欸，阿德可以拉吗？哎、欸，靠边！阿德，你先不要动、欸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动，不能拉，不能动，不能砍，先砍，先砍。哎、欸，不能拉，不能拉，我们那个他会那个他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干、欸！我先打一针、欸，靠腰。哎、欸，国外的进水哦。那个你，我救阿德，你今天回船了。好，我带他去山洞。国外头没有被救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干你！国外头先不用管他。干我！我怕我等下他妈两个被突袭，鸡巴。等下，那边那个床能不能用啊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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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好，那就好。你把我放了，你就赶快先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你等下回去，先不用处理国外头。OK， 国外头他妈装傻。知道，知道。国外头现在还被关在里面。对啊，国外头先关着，不要放出来。里面应该有木头啊。不要放出来，等我就。啊？啊？什么什么哈？你还真可疑啊，哈嘞。哈嘞普。我可疑吗？我现在还有一个鬼没找出来是谁。现在还有一个人，我谁知道？不是谁知道你是不是自导自演啊？谁知道你是不是自导自演？看两个人做人多失败啊！靠你！活该头，你是鬼啊！我刚救阿德哎、欸！阿德你起来是不是？活该，你是鬼！刚救你嘞！不，再不然就是黄子了。黄子还是不是鬼？这么长时间不自己出来？靠北，关我屁事啊！就用一下光头放出来啊！哎、欸，我放光头出来哦！你问阿德干嘛？我看你。我 OK 啊，我 OK。好。你 OK 吗？哎、啊，就是我们在我上面顺走那边、啊，走走走，快转快转快转，打先打，右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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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后，你以为可以八股是不是？这不能后，可以八股啊？可以吗？可以我，我上次开就可以八股呗。哎、欸，是不是真的可以？啊，好像真的可以。白痴啊！你们是在往左边偏啊？不是啊，他妈是住人啊！我在转呢，我在转呢，你不要吵啊！谁在开？他妈鬼哦！干你老师嘞！我在转呢，我在转呢，你帮我看后面，你帮我看后面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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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现在是往反方向打、欸。退退，不是，没有了没有了，他现在往 OK OK 往左后，然后往右转打死了。哎、欸，等等等等，再来一次。哎、哦、呦、欸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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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下我再往后，我再往后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。会撞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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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快去退去退，后面还有位置，后面还有位置。OK OK， 反正有没有破啊？帮我看后面，帮我看后面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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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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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可以往前啊？可以往前了，可以往前。看起来可以往前了。往右，往右，右转。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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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蓝料还有多少？我看一下，应该可以开一点点。前面确定不会撞吗？哦，他巴古是不会那个靠蓝料的，是不是？还是靠？还是会啊，白痴啊，还是会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OK。走前面那两个走吧。要准备停了，要准备停了，要准备停了。好，停了。OK。等一下，那个、等一下，三个人。等一下，有人要留在船上。要留两个人在船上，但是不是不是，我很怕是有留了其中一个人是鬼。鬼对。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是六个人，至少三个人在船上。三个人在船上，至少要三个。OK。然后其他三个一起走。哎、欸，郭盖，玄学状态哦。菜刀拿出来，没收。他妈的，又怀疑我干的耶！然后黄晨，武器也交出来。啊！我要跟他们两个走哦。我靠！干你妈的！哎、欸，武器交出来，他们等一下被叫食尸鬼，他们怎么防身啊？欸、等一下，不管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可以叫我们交出武器啊？妈的，我早知道我干不救你。哎、欸，你从头到尾都在带风向、欸，哎。来啊，没关系啊，不听我话，我现在就打死你们啊！看他们要听我还是听你们的、啊，对吧？我靠，哇，危险！我靠，对吧？哇，哎，哇，哎、欸欸，你武器拿在手，希望无穷哎、欸！我操！这个我好像要怀疑一下，这个不对嘞，不对嘞，我可能保持中立，我可能不会挥刀、哦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我可能不会挥刀哦。赶紧的，赶紧的。
哎、欸，早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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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早上了，你们出发吧。黄总，你们自己玩的、啊。出发，出发，你们出发，出发。我先去拿肉，我受不了了。好、哦，我不敢吃，我。好了，我吃喽。干面，大不了。现在是现在是要找什么？现在要去找炭。找炭，找炭，找炭，炭就够了。不是啊，没有武器，我们打个鸡鸡呀！哎。我有。哦。我被什么？不要死人鬼！哎哎哎哎哎！哎哎！回船上，回船上，回船上。干你老子！你娘的，白痴啊！我要武器啦！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武器，不能武器！来！哇，这什么考验？我拿肉打他好了。干你！我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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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下去！我干，好多只，他超多只的，我不能攻击啊！干！我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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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死！别太强！啊！我死了，我倒了，我倒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先躺，先躺他们，先躺他们，抱到那个帐篷那边，帐篷，救起来，救起来，不要回船！哎，抱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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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给他们喝水，怎么办？我操！没事，完了，先把你放下来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没关系，他不能再叫食尸鬼，他不能再叫食尸鬼了。看你有多少靠腰！我他妈怎么朋友？我怎么能打？两不能打上船是不是？不能会掉进水里。敢太知道？除非要撤帐篷下吗？有帐篷吗？帐篷在哪里？不是，这里是现在是很尴尬哦。没有办法啦，我们跳不过去啊。完了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。我身上有钥匙，我身上有很多钥匙。那只能试试船了。如果死的话，等下再上来救我们。OK。你知道死是不是？对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可以哦，哎，快了，我可以救，我过去哦。OK， 我拿钥匙。哎，装备给我。小猫，你的枪，小猫，你的枪，这里，这里。OK， 回来了，活了，只是就没事。那也变成我们三个下船的靠背哦。不是啊，现在大家都下船了，靠背。那我们其中一个可能还是鬼啊，看到底是谁？干你啊！到底谁呀？他妈混在我们里面，还是他妈李杰森？干，我没有怀疑李杰森呢，几白。哎。啊！我被饿死了，靠背哦！你饿死了？啊？我？啊？我？你死了？有钥匙。哎、欸，所以我现在是要去找他们吗？我帮他们去拿、啊。你要、哦、你去找他们啊？你在哪一间、啊？干、啊、我现在没有武器，没有食物，我现在走上去送死啊！你有拳头、啊？不用去找他们，不用去找他们。他们两个干你啊，一定有一个鬼啊，所以等一下一定会死一个人啊。啊！他们被攻击。麦，现在是谁在外面？黄子，哎、欸，那个李杰森跟郭怪头。哎，两只鬼都叫技能。好、啊，黄子，可以把武器换。干你俩，那就是小毛喽。不是我。小毛，不是小毛。不是我。不是小毛。你要干？他在攻，他在攻击我，他在攻击我。谁？我被你回来没？回来吗？谁在攻击你？食尸鬼！御茶有枪，食尸鬼！我只打到一个肉。枪声是你射的吗？是我射的。哦，我刚才打兔子。好，现在就是李杰森锅盖头，其中一个人是鬼。我靠！我靠！还好，船只停在岸边。那怎么还没死啊？他们两个怎么还其中一个还没死？我跟怪头快死啦！赶快回来，赶快！怪头死了，我也快死了。锅盖头死了，你也快死了。为什么锅盖头死了？啊，锅盖头！我们刚才一直在砍食尸鬼哦。刚刚几波食尸鬼？有没有针？没有。刚刚几波食尸鬼？刚几波食尸鬼？一波，我们那边一波啊。第二波是打我。一波。找不到，反正你们有没有针？没戏啊！第二波是打你，他那 CD 不可能那么快，一定是你跟锅盖头，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有叫。你刚刚跟锅盖头走在一起吗？啊，反正我赶快跑了，刚锅盖头刚要跑了。对，然后那个什么食尸鬼来之后，我们就在跑了。是吗？你要确定嘞、欸？是不是你叫食尸鬼杀锅盖头？真嘞、欸，确定啊。没有，我没有，你要确定哦，确定啊，我确定的，靠腰，我确定啊，
你如果是鬼的话，不然换我武器就踢你哦。换我武器给你们吧，好不好？你怪怪的，怎么会两个呢？砍啊砍啊砍啊！砍干嘛啦？哎，别砍错人，别砍错人！干你，你还砍到我，你靠！干这地方太小，你他妈的！你要去哪？哎，他是鬼，他是鬼。谁？他拿古刀，他拿古刀。干你！我就说，我就说他是鬼，看到他妈的。还好没有给他插针，果断一点。还好给他没，给他果断一点啊！还好没有插针。黑笑，干你！他妈的！我他妈刚刚没砍他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就不知道被蒙到什么时候了。干，干你！黑笑，差一枪把他吸不一滴，操！不是，我们还是要人，还是要人去。代表说，反正这边我们都是好人，我们都 OK 了，就绿茶跟李杰不行，要两个人留在船上。下我决定他妈吃人肉，我看你、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打肉回去给他们吃啊。反正只剩最后一点路，那个食尸鬼的肉都可以挖。我直接挖，做人了啦，好。来叫鬼，靠近。你的血是满的吗？满的，好，看一下后面。干你、啊！他们会不会跟鬼一起来弄？后面来了来了。干你你啊！我操！怎么全部弄我啊？干！因为你被指定了。靠！干你你啊！干不行欸，太强了，靠杯！哇靠！哇靠！超多只啊！呀，你还没死过对不对？对，回去跟他们讲。那我没办法。哇哇哇！不行不行，这个食尸鬼太强。干你啊，不行啊，那食尸鬼太多了，就是鬼靠杯。干他至少妈十几只欸，还没有没啊，靠杯。哇！被他骗到，差一堆干的，我还有25秒。哦，他们要放技能。这 CED 啊，这 CED。你要抓中间左边最前最左边那只吗？哎、欸，如果还没上船的话，就各一个。好啊，30秒。哇！现在怎么办？他们现在一定是开透视看我们，只要有人落单，他们就开始叫，或者是两个出去，他们也会叫。他妈的，叫他们有种，他妈直接过来单挑啦，不要在那边干你啊！你们两个，他妈敢不敢过来直接单挑？没有，那个废船。我看了这个方向，我看一下。有哈、哦。哦，他们也要放进来。哦，他们前面对不对？你前面，我后面。好，等一下哦，我等一下，我把那个。我靠，来不及，我放了。好，那就来。五。靠呗，这样杀吗？杀！哎、欸，没想到自己的吃针了。还有你这么强，干你娘！哇！坑啊小，坑啊小！把他们凶多吉少。OK， 暂时他们不能再叫了。还有一波。干我倒靠呗。啊 ，GG 啦！哇，完了！看一下你没武器啊。又一波哇！没武器啊。还好几只。哇！你还是丢石头。哇，阿德掰了。哇！没了。哇操！哎呀，哇，爆了！阿德爆了！干他们盖太多图腾了啦，太扯了啦！操！你往那边看，全部都是啊！盖的鬼，他们那叫一波食尸鬼是直接杀你全家，鬼就是他妈的刚开始直接消失，直接开盖图腾，然后疯狂叫鬼。干你老师，那也叫嘴夹？哇，赖有林要狙了，赖有林要狙！哎，抓这游戏的漏洞。
看脑什么挑剔啊，干，我是真的觉得鬼受伤的时候不能放技能啦，靠腰哦。干你娘啊，你哪里逗啊？我啊，我那人 GG。干你娘，听清楚啊，你们两个垃圾啦，操你妈，我去死。干你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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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黄泽 GG 啦，黄泽毕业船长。哎、欸，他们上船，他们上船了，哎、欸，他们上船了。哇，他把门锤开、欸。妈的，想干嘛哈？操！去你妈的！他妈的！去你妈！去你妈的！哦！加油，砍死他们两个，我们就赢了。哇！我哇！黄泽好强！哇！黄泽加油！妈的！我靠！对呀！赢了你们两个，没有赢啊！靠！没有赢啊！没有输了啊！操你妈！你是，尤其是你，去你妈的！去死啊！还有你啊！妈的！亏我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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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死了，我们就赢了！妈的！操你的！你等下自己开门，黄泽去牢房。怎样？爽不爽啊？啊！他们家人在想，黄泽还不知道他自己大汗淋头。嗯，他妈的，小孩子输了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完了，黄泽真的妈的，阿里杰森的呀！没事没事，黄泽，你等下只会开心一下而已。哈哈哈！白痴，没跟他讲鬼会自己开门呐！对啦，完蛋了啦！白痴啊！他赶快开一个门先干一个啦，智障哦、喔！真假？是我？只剩你啊？对啊。他们都死了、喔。对啊。干你娘嘞！靠背哦、喔！干你娘！我刚刚怎么没听后脚声音？因为他们死第二次了。是吧？我今天叫鬼啊！完了！你咋？七十。然后六三六一。哎、欸，不要追自杀好不好？郭海头是被你弄死嘛？郭海头是刚刚在砍鬼的时候，我也在砍他嘛。然后。干你娘！原来是他在砍我。讲话不行啊！对，要听着我讲话。啊，好，冻死。来啦，没了！哎呀，没了！白痴哦！我刚刚一个打两个哎，我。赢了。哎呀，哎，人狗肉，赢了，赢了！你们砍树黄子人就输了，赢了。刚刚怎么不是黄子人当鬼？看你这样就有机会赢，害我他妈的！花了一堆心力去他妈拆其他人。